Hello， 家人们，晚上好啊！来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因为这人气太少了，咱们不好聊天，不好玩。然后打一波上人啊，上人，对，感谢来到直播间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们昨天过来了，然后呢，二妹家也整了两个牙，整了两个牙，然后就有点麻不过来，所以也没跟家人们聊一下天。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然后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我包括半个小时左右，包括半个小时左右。家人们晚上好，见到了啊，二妹的爸妈见到了，都很热情啊。我跟你们透露一下啊，这个二妹的爸妈都很年轻，然后对我们都很好，宰了两个牙。我们刚刚吃了饭，昨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左右。他们亲戚朋友都来了，都过来了，然后我们整了两个牙，然后吃呢，还搞了8+1什么5+2、5+1、2+1都干起来了。真的，这边大娘在这边挺热情的。二位，他们等一下还要包。睡吗？好。吴总，吴总过来。吴总哪里去了？我去叫一下吴总。叫一下吴总过来。吴总。吴总都吃怕了，这几天吃什么猪肉、羊肉的，都吃怕了。吴总坐下。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没直播，昨天晚上也没有拍视频。意思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刚来到二妹家，然后我们不可能是吧？人家给我们宰牙的吃了，不可能。不算的，家人们。拍过来，拍过去的是吧？这样不追究别人，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没有拍了。昨天晚上就整一下8+1，然后也差不多了，所以就没有拍视频。家人们，我们刚刚都在忙，来，我们打波上人好不好？我们先突破直播间1000人，家人们，对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，来直播间800人了，来我们突破1000人。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们小五哥开播了，表哥你今天怎么？我说在那里，他们都在喝8+1，怎么没看到你呢？现在你过来跟家人们聊天了。想他们了，真的想他们了，因为这一路走来，家人们都很支持我们，是吧？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来家人们，我们送粉丝灯牌好不好？来直播间800多个人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送粉丝灯牌。突破1000人，让我走，给你们唱首歌。唱首那首迟来的爱啊，迟来的爱，我找最难首的也最喜欢的。他们说迟来的，对，我们全部给这个小五哥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对，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啊。知道了，不要羞耻了，不要让家人们听到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。对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句真的，昨天喝了个8+1，喝多了，知道不？对，家人们懂不懂？他们这边的规矩对不对？叫他们有一首歌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，叫敬酒歌，叫这个叫什么呢？宜家有传统，待客先用酒，懂不懂？家人们，就是他们这边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来了怎么干，先干个8+1，知道吗？先干个5+2、5+2、5+5是什么？家人们都不知道，就是一人一半的那种。对，家人们来一击就是一人一半。家人们把直播间分享一下，我们现在在二妹的家里面。对，家人们只是说我帅哥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子有那么帅吗？有没有小五帅？看一下。家人们来，觉得这个小五哥帅的，我们扣一，好不好？觉得我帅的扣二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家人们可不可以？家人们，我跟你说了，为什么要喝8+1？因为8+1是人家对你的认可，知道吗？对了，直播间1000多个人了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一还是二，只能有一个选择。
哪有算有两个人同时算的呀？还有三呢。对，那个三是什么意思啊？三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一起，对不对？一加二等于三。三是说小胖。嗯。小胖怎么算？嗯。三是小胖吗？小胖子嘞，哎呦。三是小胖。嗯，他们，你看他们都扣一和二，都意思就是两个都算。不行，我觉得没意思。我只要知道一个人算。家人们来，我们都扣二行不行？就是家人们都扣二。对，多扣二，要么就多扣一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在一攻二之间选择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你必须要给我 PK 吗？我肯定要 PK 一下嘛，男人不得不争馒头争口气，知道不？好，那就 PK 一场。对，我们在阿麦的家里面，家人们，我们在阿麦的家里面，三四都帅是不是？好，家人们，我们再做一个选择，好不好？一是小五哥帅，二是我帅，三是我们都帅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他们在这个招待这个客人，家人们，有一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对不对？昨天到今天都一直都来亲朋好友，对，都很尊重我们的。哦，他说我们都帅，哎，最终我的这个颜值原来跟你一样。家人们是不想打击你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嘛？所以就哭丧了。家人们看到没有，小五哥这么子说话，我都不想出去了，真的是。什么叫不想打击我吗？我长得又不丑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长得丑吗？我长得丑不丑，家人们？一个是胖帅帅的，一个是瘦帅帅的。对，太会说话了。胖也胖的帅，瘦也瘦的帅，是吧？家人们，你们喜欢胖的还是喜欢瘦的？告诉我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我感触特别深，说明这个，我觉得。我们这一次真的体会到了这个客人的这个感觉啊，来了，又是，听说他老爸去这个龙头山，家人们知道吗？龙头山，去龙头山上面整了两只绵羊。对，这个雷暴的龙头山是很出名的。家人们，我说两只绵羊，大大小小就是一个 W 了，真的，那个绵羊真的好吃。然后嘞，又来了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百把号人，家人们，百把号人就是。每一个人过来都是我们都跟我们笑脸相迎，嗯，知道不？家人们，这个同不同意你们自己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吴总减肥一下更帅。家人们，我保证减肥，吴总是最帅的，听到没有？吴总看到过他的照片，以前大病的时候确实很帅，对吧？但现在长胖了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跟我是没法比了，家人们。多说假话，家人们，这样子了，我们都把家人们来，我们喜欢小五哥的，喜欢小吴的，我们都把粉丝灯牌送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直播间先突破个2000人，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真的，一些就是我们来的时候的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家人们行不行？而且现在这边我跟你说还有很多人在，所以说我本来在那里跟着他那些家人聊天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那个小胖去叫我。所以说我就过来了，原来他跟家人们在聊天，我觉得，跟家人们聊聊天可能会更加开心，更加快乐。昨天晚上也是挺多的，今天晚上还是挺多的。本来我们开这个直播是不追求他们，但是太想你们了，家人们，太想你们了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给你们透露一下情况，这几天没有开播，就给你们说一下情况。对，这边是真的人，来，家人们，现在直播间1700人了，我们突破2000人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把你们手上的粉丝灯牌都送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。对不对？一起，我们等一下聆听一下，来他们这边的一些这个感觉，还有感受，还有一些心得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心得就是我会告诉你们，我来了之后我们的一些过程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是第一次来彝族这种地方做客，就是这么多人，其实我有点吓到了嘞。嗯，哦，真的，他们这边就是直接。给你拿一瓶8+1过来，对，直接就525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525是什么意思哦？525就是他拿一瓶那个8+1，知道不？一瓶就是一斤嘛。啊，一瓶就是一斤。哦，一人一半就够了。就是，但我们5-6个人一起来要抓着来的。就是客人先喝，知道不？嗯。你先喝来，你先喝。我昨天为什么没跟家人们聊天？喝多了，知道不？不胜酒力，喝多了。因为我们昨天刚过来，而且我们在这里，人家那么尊重我们，我们就拍过来拍过去的不好，不是的话，我们都把从头到尾都拍给你们看了，但是不好意思是吧？第一次来二妹家就给你们拍这些，人家看到不尊重嘛，所以就没拍。
我喝了，家人们，我喝多了，要不然我昨天喝了四阶棒，家人们，四阶棒。嗯，差不多，我的酒量是可以。四阶棒，家人们，什么概念啊？对不对？为了兄弟，我们必须要，对不对？打开自己的胆子，知道不？让自己的胆量大一点，知道呗？不服就要干，知道不？这都是为了开心嘛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兄弟，对不对？能叫我来，谢谢我好人一生平安祈求。就是兄弟能叫我来，感谢，我们就必须得怎么样呢？必须得干，知道不？必须得把他们家人们，让他们对阿伟更加认可。对，除了对阿伟认可，哎，他们觉得阿伟身边的兄弟朋友都是靠谱的，哎，都这个，知道不？我们就落怕不冷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马上2000人了，对不对？1900人了，我们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啊，这个阿妹这边，阿妹这边其实就是冷了一点，其余的都好。对对，记得我们去那个地方，海拔差不多有2000多了。2000多吗？嗯，2000多。家人们来，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地方，家人们说好不好看？还有雪呢。高山流水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瀑布。晚霞，知道吗？主要是还有那么多帅哥，那么多美女，好看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看了是不是？都看了，家人们都很关心我们的，都看了，因为都看了。太牛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太牛了，太好看了！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邀请我代表阿伟邀请你们来玩一下，真的。大自然的风景，真的。你们看一下小五哥的作品嘛，小五哥的作品上面有。来直播间1900人了，还差100个人就突破2000人了，家人们。还有跟你们说一下，家人们，还有五组学了一首，这边的彝族歌曲，就是祭酒歌。等一下上2000人，突破2000人，五组给你们唱一首那个祭酒歌。没问题。对。家人们，没问题啊，好不好？天天都在唱这首歌，我都跟着他会唱了。我们要等一下一起唱吧，一起唱。可以。我是会吼两句的。对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要让我在彝族也找一个姑娘吗？这里的姑娘找不起啊，家人们，彝族姑娘哪里有这么容易好找呀？我长得又没有她那么帅，对不对？感谢关注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家人们，关注一下以后呢。我说一下阿妹的情况对吧？阿妹这边家里面啊，她老爸长得也帅，她老妈呢长得也比较年轻貌美如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点啊。他们家里人唯一一个让我有点怕的就是他们家里人太多了，这个和那个8+1喝不下，知道不？其余的都是优点，他们这里的人特别热情，一进来就是，知道吗？家人们懂我这个意思不？家人们应该都懂，对，这边的风俗习惯他们应该都懂，对。笑，我爹的话姐姐在笑。没有哪个是还是提出过了，他们都没有懂。来直播间2000个家人呐，来这样子，家人们唱一首吧。阿舅，哪里啊？你裸露了吗？不要裸露了。家人们来打一波上人好不好？打一波上人，家人们。现在我把手机屏蔽10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。开始，家人们能看到我们了吗？上2000人了，吴总。家人们能看到我们了吗？你们唱一首吧。还是把你的那首彝族歌，还是给他们唱一下。家人们，来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彝族的敬酒歌？录两首。有没有听过彝族的敬酒歌，家人们？家人们应该都听过，都听过，但是没听过吴总唱。家人们听过没有？来，听过的我扣一，没听过的给我扣二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这首歌。我就听唱汉文的吗？起唱，家人们，我先给你们唱彝族的。苏玛蒂维沃曲莫格拉索，尼瓦亚德苏莫拉格特莫，尼莫亚杰雷。掌声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唱汉语的，汉语的我会唱，家人们。
你信不信汉语的我会唱。汉语的他们就听得懂，他们就听不懂，唱汉语的吗？对啊，唱汉语的好不好？远方的兵兵，四方的朋友，我们不畅聚，难有相见时。一家有传统，在歌弦永久。一箱多美酒，美酒尽兵破。请喝一杯酒呀，请喝一杯酒哟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？讲的好不好听？这个是彝族的敬酒歌，就是你们来到彝族这个地方，他们都会献上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敬酒歌，知道不？好听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听，家人们，我不骗你们的。我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彝族人的一些豪迈，也唱出了彝族人他们，对不对？对贵宾，对这个朋友以及客人他们的一个欢迎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知道不？太好听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吴总也找个好姑娘，我找的都是好姑娘，家人们。歌也学会了，对啊，有机会你们大家来好不好？阿妹父母同意了吗？家人们，阿妹父母同不同意？等一下我想办法让阿伟开一下播，你们问一下阿伟好不好？你们问一下阿伟，这种事情他们都是打私底下的梗的。我是汉族人，家人们，我是汉族人，找个小女朋友，多小叫 小女朋友啊？有多小吗？多小？家人们来给我们的小五哥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对对，让阿伟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削兵夺主，家人们。阿伟等一下就开播，等一下。对，对，来，我们已经有20个点关注的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关注。哇，家人们来再点一波，来，如果刚刚点了关注的家人们，我们送一波粉丝灯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能找得到不？感谢家人们啊。吴总能力太强了，我家人们，我能力哪里强了？我只是希望，对不对？我身边的人都幸福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家人们？我希望包括也是你们一样的，我也希望你们幸福，希望你们快乐，知道不？我学了一句彝族话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好不好？叫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，谢谢我美梦姐姐，感谢美梦姐姐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现在2000多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芝麻给你是什么意思？芝麻给你。是什么意思，家人们？知不知道？你说家人们会不会知道？知道的最多不超过2-3个吧。吉祥。对了，哎，有一个家人知道。有一个知道了。吉祥不是的，是吉祥，后面还有2个字，家人们。你们都说我能找得到，你们这么吉祥如意，你看。对，吉祥如意，家人们。我希望所有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你们都能够这么给你。都能够吉祥如意，知道不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。来，还有家人们没送粉丝灯牌的没有？如果说你们把关注点的粉丝灯牌送了好不好？我跟阿伟去聊一下，我说让阿伟他们家人们都想你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让这个家人们开播跟家人们见见面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家人们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他们马上，家人们马上，人家家人们，人家来这里，人家不能太那个啥，是不是？他必须要老实一点，必须要稳重一点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要去追逐一下人。谢谢我刘叔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说的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打个对。对，必须的对。必须的对。因为我们过来嘛，是吧？如果我们全部过来了，那么那些人家。就不好嘛。对，人家不追究，知道不？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家人们，我们在阿妹的家里面。在阿妹的家里面。对。然后阿妹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亲戚朋友都在了，都在。所以我们全部过来的话，不追究，他们。所以阿伟跟阿妹他们一起聊天。刚刚有一个家人说的好狠，他说要装一下，家人们不是装，这是尊重，尊重就像阿伟尊重你们一样，对不对？是尊重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来，没点关注的点波关注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想问一下你们一个事情，你们说广东女孩子的彩礼低，我都不信了。广东女孩子的彩礼很高的，好不好？广东的彩礼多少？对，他们都说是几百个 W 起步了。哇操，那么多啊！对呀、啊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告诉我一下，黄毛去了没有？黄毛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他，但是黄毛给我们发了信息，他说在那直播间，他说他要过来，知道不？
黄梅是这边的，你阿妹家没有多远。对。对，稳，尊重稳重一点最好。谢谢我甘心哥哥。这个必须要尊重的，不是的话，昨天晚上都跟你们开直播了。对。昨天晚上都拍那些视频了，但是来到这里，他们家这里就也是第一次来嘛，就不可能再拍过来拍过去的是吧？这样对别人不尊重。家人们，你们放心，你们放心啊，必须好好收拾他。他做了初一，我就会把十五告诉他，对不对？我都不要钱。哎呀，你怎么可能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必须得要，必须得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黄某敢不敢敢来这个说不定，这个黄某脾气有点怪怪的。他经常经常干一些都听看不懂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想着他不来，他又来；想着他要来，又不来那种。黄某那种脾气猜不透。见爸妈没？见了，见了，这肯定见了。他爸还很年轻呢，他爸妈都很年轻啊。广州城里才六七吗？六七万吗？那也不大。不是的，家人们不可能的。我们家这个雷波这个二妹家。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。家人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感谢你们一路的关注和支持。阿伟呢？来到了这里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真的很开心，也很激动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阿伟也差不多二十五六岁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娶老婆。我很高兴他能遇到二妹，我希望他们两个，开心快乐。对，开心每一天。对。五子，我们两个都开心。五子，我们两个很开心，真的很激动。昨天晚上都把家搞多了，搞多了，家人们，昨天搞多了。因为很开心，知道吗？来到这里真的很开心。家人们是一样，家人们。真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真的你们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我都看在眼里。而且这两天你们都一直在关心阿伟的事情，记者给我发了个私信啊，说他们情况怎么样。哎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很感谢你们把阿伟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的关心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所以我昨天也很开心啊，也很激动来到这里。见到他父母，然后他父母的还有二妹的爸爸妈妈，对我们很热情啊，很尊重，真的很高兴。三五万的左右吗？家人们，没事的，我们那个啊，我绝对会跟黄毛说清楚的。黄毛既然做了初一，我保证我这个十五不会让他很开心的，知道不？但是我看到这两天给我停歇了一下，知道不？所以说我现在不管别的，我现在阿伟这边希望他，对不对？安安心心的给我搞好。黄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再给我使坏，我会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知道不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哪有人这样子的嘛？还说还要过来这边？我说你在那边，你就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你过来这边干什么嘛？是不是？对。还没有，家人们还没有还哦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他硬币应该还给我？应该还给我的话，给我扣不一。家人们来，应不应该？应不应该，家人们？我知道这个是我的错，知道不？但是家人们，你们放心，我会收拾他的，知道不？初一十五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的，家人们是不是？我们有文化的人，我们都讲究先礼后兵，对不对？我把初一都做出来了，他既然对不对？有这好日子他不过，那我家人们，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家人们都说应该还，对，应该还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是的，来，家人们，我们既然应该还，我至少明天哦。明天我就如果说他这里的事情搞完之后，我就要给他发信息了，知道不？但是吴总，这个你要看情况。如果他如果他不捣乱了，我还能想一下，知道不？咱们不能做人，咱们是吧？做人要对讲道理。对，因为你已经给人家了，不能拿回来。我知道，但是他非要乱来的话，是吧？这个又我们对另外再说。是的，家人们没有问题的，家人们，我保证，好不好？我保证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谢谢我蔡姐，家人们来，蔡姐一起给我们阿五哥来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对，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一起给阿五哥点个关注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三秒钟能不能点一百个关注？我们直播间2400多个人，来，家人们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我们一起点关注，家人们，谢谢，来，已经20个了，家人们来，30个了。家人们，40个啦！太牛了，家人们，对你们把关注，家人们你们放心好不好？对，太牛了。这个东西我会安排好的，
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不用太在乎，因为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我们就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诚信的人，我答应他了，他那一次已经跟我捣乱了，我说了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，懂不懂？但是现在我也会让他再给我一个交代，因为上一次他又去捣乱了，他不熟悉又得他，而且不是他，而且都吓到奶奶了，知道吗？家人们是不是？来，小胖，你来跟家人们，你陪一下小五哥。我去叫阿伟，他们开一下。小胖来，给叔叔阿姨们打个，哎，家人们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看一下小胖可不可爱？晚上好啊。小胖挺可爱的，小胖很幽默的。感谢啊、哦，感谢关注，很高兴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真的很高兴能在这个抖音平台上认识你们，真的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经过这个阿维，还有经过这个抖音平台，认识你们那么多，真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真的特别的高兴。小胖晚上好亮。这里是二妹家，这里是二妹家。我们要下去了。下去了是吗？对，要下去了。来，没关注的啊，家人们没关注的，关注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关播了，因为要下去了。来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。再见啊，打一波再见。好的，家人们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我跟大家开一下播的，来。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然后要下播了。拜拜。